我没有看过一个这么帅的男孩子在我面前那么坦然的无助。全听你说，快看版。我记得我跟他搭档了一个红星大奖之前的那个，那个叫什么？对着所有的制作人跟老板，哇，他那个真的是怕到脸颊苍白嘞！我没有看过一个这么帅的男孩子在我面前那么坦然的无助。那个开场啊，紧张到我看你那个心这样，哇 ，surprise， 因为他没有镜头，哎，只是对我们的同事，不可以。哦，是你是吗？对对对，你为什么要害他？是，你给他的稿，专业奖项，他光光要背我们的总裁的名字啊，背到24打没有一次对过嘞。但是 actual 的都对了，就差不多对了。哦 ，actual 的时候他整场就只记得那一段话。Of course， 那个其中要。